咱拄着啊，咱就是爱甲咱的准备工作做好嘛。啊，山托尔贝维高雄来，好、哦，啊，这就直接就登陆，然后造成那么大的这个灾损。那我想，我并没有受到企业界的抱怨嘛，好、哦，大家都能够体谅说，啊，在这个台风，好、哦，这个带啊状况。不管是风或者是雨，哦、等啊，这些造成那么灾损，那我想啊、也必须是啊、大家能够啊、这个啊、团结啊、彼此的啊、互相的一个体谅。我想我们的企业家的老板也不外是如此了。